Live Day 是充满欢乐的自行车之旅。捷安特提供记者廖宇伟台北报道。以奇尼索好为出发点的2018捷安特嘉年华，9月9日、15日和16日将在台中市登场。除经典的趣味滑步赛、XC 越野赛外，在亚运银牌得主江胜山建议下，首设 Enduro 全的型耐力赛，外加小铁人赛，就是要让每位车友都能奇尼索好国内规模最大、内容最多元的自行车盛宴——捷安特嘉年华。从民国83年创办至今，历经25年24届活动，由最初的越野赛延伸到公路赛、公路越野赛，再到时下最火的铁人二项赛，活动内容不断与时俱进，活动日期也从半天、全天到两天。请继续往下阅读。今年捷安特再次突破自我，推出为期三天、六项赛事，让车友有更多选择，希望人人都能参与自己最喜好的活动，且每项赛事独立场地与路线，朝成为让每一位车友都能奇尼索好的自行车嘉年华目标再往前迈进一大步。9月9日在台中铁山角运动村的活动有两大主轴，其一为 Live Day， 从铁山角单车运动村出发，经六分桐花步道、月梅糖厂、泰安落雨松秘境、花田拼布公园、外埔忘忧谷返回铁山角单车运动村。其二为 Push Bike 趣味滑步赛。 Live Day 是专为女性设计的有趣、好玩、好拍、好分享的骑游路线，42公里串联台中山县与海县的网红人文打卡景点与美食，满足女性运动挑战的同时，也兼顾女生爱分享同乐的特性，市场绝对能让每位女生美丽绽放的自行车活动定位为不限车款单车游乐会的 Live Day。 Live 品牌创办人杜秀珍将全程参与其程，景花铁人谢火少和宜兰女子车队、台中女子车队主播夏佳璐和先生，以及网红张嘉慈、 Mac C 等都共襄盛举。另有 E-Bike 挑战组，有别于竞赛，结合七彩关卡斜板、数字迷宫和各种形状跑道的 Push Bike 趣味滑步赛，是捷安特嘉年华最抢手活动，报名一开放便秒杀。今年首度移至铁山角运动村室内赛道，让逾300个家庭能在更舒适的空间享受骑乘及和孩子互动乐趣，强调低难度趣味性的登山车赛，9月15日在铁砧山较劲。除经典的 XC 林道越野赛外，在亚运银牌阿丹江圣山推荐下，首度加入 Enduro 全的型耐力赛。虽然阿丹因赛事冲突缺席，但与250名登山车同好决战铁砧山，精彩可期。9月16日的重点是大铁人赛，率先登场的铁人两项跑步和自行车路线将在大甲风光优美的田园和堤旁举办，接着出发的是全长3公里的小铁人两项，路线上有特别规划与安全维护，让参与的小朋友可以尽情发挥，父母也能安心加油。